哦，我有一个女生朋友，她长得非常漂亮，有一点像那个《单身即地狱》里面那个宋智雅，超级多男生喜欢她，什么有钱的、高的、帅的，应有尽有。但是她有一个坏习惯，应该说女生普遍有这个习惯啦，就是非。你单身吗？你渴望爱情吗？你因为没交男朋友太久而害怕交出自己吗？那现在老大要给单身的你十句话，来，单身十句话之一。不要去幻想哪个人出现会弥补你的空缺，填满你的寂寞。真正啊，让你空虚的人是你自己，而不是单身。你身体的寂寞，你可以找一个塑胶男朋友啊。但是啊，心里的寂寞才是真正最寂寞的。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是老大要告诉你哦，你可能一个人快乐不了，那两个人啊，你会更加空虚。你没办法独自去灿烂啊，享受生活啊。什么你都要靠另外一半去给你，那你绝对就变成很依赖啊，很黏人，非常没有安全感。你们知道啊，哪一种女生对男生是最有吸引力的吗？能够过好生活的人，哇，这个女生啊好有自信啊，她吃得很讲究，用得很有品味，生活很丰富啊，连身材啊打扮啊都照顾得很好。那这一种啊，男生啊就会去幻想说，我跟你在一起啊，会变得更丰富，好有质感。相反的哦，如果一个女生啊是啊整天愁眉苦脸、怨天尤人啊，衣服啊还皱个半死，你以为啊男生会想说，她好可怜啊，我要把她救出苦海，干什么东西啊，哈，我又不是观世音菩萨，悲天悯人、普度众生哦。所以啊，你要去记好啊，单身它是一种状态，而不是一种等待哦。你单身过不好，你不可能会有幸福。再来，单身十句话之二，不要傻傻的以为有一个人可以给你爱情，又给你面包，与其在意面包，你不如在意他的擀面棍。你是不是在开车啊？没有啦，事情不是你们想的这样啊。选男人呐、你在意面包大不大，你不如在意擀面棍大不大。他有钱呐、只是他爸爸给他的哦，富二代，或者是做一些黑的偏门的哦，这种啊都不持久。你一个男人，你要选有梦想的、有才华的、肯脚踏实地的，才真正可贵。所以啊，有鱼你不如有钓竿，有面包你不如有擀面棍。选男人啊，不是有没有钱啊，而是跟买股票一样，你要选择未来会增值的哦，那才重要。再来，单身十句话之三，别去羡慕、嫉妒或者去诋毁，因为每讲一次，你就离幸福远一点。我有一个女生朋友，她长得非常漂亮，有一点像那个《单身即地狱》里面那个宋智雅，超级多男生喜欢她，什么有钱的、高的、帅的，应有尽有。但是她有一个坏习惯，应该说女生普遍有这个习惯啦，就是非常八卦，整天讲的就是她那么丑啊，男生瞎了眼才喜欢。那个谁谁谁啊，那整天换包包，一定是被包养。还有那个他啊，男友超花心的，铁定一下就甩掉他。朋友啊，跟他相处聚在身边啊，就是各种啊谄媚八卦。但是啊，他们基本上啊都是啊不交心的啊，都是乱讲闲话。朋友就是这样一群一群的换啊，年轻的时候好像啊也不在意。但是啊，他现在啊逐渐上了年纪，姿色也有所衰退之后，才发现当初这一些猪朋狗友们一个都没留在身边。而且相反的啊，还得罪了很多人啊，现在整个名声是臭掉。所以老大要告诉你，真的啦，女生啊不要随便去八卦。当你每说了一句，你就树立了更多敌人，那你的爱情里面啊也不会被世界所祝福。所以啊，尽量啊你想办法维持内心的柔软，不羡慕、不嫉妒、不诋毁。再来，单身十句话之四，如果可以，那你要很多很多的爱。如果不行，那你要很多很多的钱。对哦，就是这么肤浅哦。你没有理由啊，不在现在这个最美好的年纪打拼，想办法让自己更强大，真的是女人唯一的选择。你如果有钱吃青菜，那叫养生；你如果很穷吃青菜，就叫寒酸。一样的事情啊，这个差别在哪？差别在自信。一个女人啊，有了自信之后，她就会散发出来一种气定神闲的力量，那能够去治愈你一切的自卑啊、没安全感啊、空虚等等。再来，单身十句话之五，这辈子最长的恋爱应该叫自恋。
每天起床啊，你有没有对着镜子说：“哎呀，我怎么那么好看？”嘿，没骗你，光这一件事情哦，不只是哄骗你自己，而是啊，真正去欣赏自己的可爱、迷糊、天马行空哦。当你啊打从心里去喜欢自己的时候，正能量它就会去吸引整个宇宙哦。但是啊，你如果是整天抱怨、整天不爽，绝对你的外表啊一看起来就是很衰小哦。那不要说是喜欢你啊，连交朋友都很有压力。所以哦，谈恋爱之前，拜托你要先喜欢你自己。好，再来啊，单身十句话之六叫念一次少一次。真的哦，我有很多女生朋友因为单身啊，她爹她娘啊在家里难免就会念她几句，结果啊被念念念一觉得很烦啊就顶撞回去，久而久之啊真的是啊跟家里的关系很不好哦。所以哦，老大要教你哦，下次啊爸爸妈妈在念的时候，你就回啊，不是啊我不谈恋爱，是我想多陪你们几年啊，或者是跟她讲说，都是因为你们感情太好，害我啊想要找到比你们好的啊很难啊。好，像这样子用撒娇的方式，你去回应他们的担心哦。你相信我，真的啦，他们啊念归念，但万一啊你真的是找到不好的男生，我告诉你哦，他们会比你更心疼。所以咯，爸爸妈妈啊年纪啊逐渐啊变老了，那你就好好珍惜这些念一次少一次的机会。再来，单身十句话之七，算命是现况调整的参考，而不是未来决定的依据。你妈有没有跟你说啊，熬夜皮肤会不好，你听了吗？老师有没有跟你讲说啊，好好念书以后会出人头地，你听了吗？老大有没有跟你讲说不要内会怀孕啊，你听了吗？对嘛，那你为什么要把感情生活啊婚姻大事啊全部去听一只白文鸟或者是咬着铅的乌龟？跟你们讲啊，我就是深受其害。以前啊我有一个论及婚嫁的女朋友，结果她拿八字去合一下给算命老师算，七七八的不算还好啊，一算老师说这个男人不能嫁，他30岁齁就会工作失败破产啊，40岁就会阳痿秃头。结果他这样就跟我分手。你看现在我工作有没有很好，毛发有没有相当浓密，依然是不是船坚炮利？所以咯，算命真的是啊当作是调整的参考，而不是当作决定的依据。再来，单身十句话之八，不要因为单身很久就越不敢认识人。很多人单身个3-4年啊，你就封闭自己的心，很怕踏出那一步。但是不是啊，单身你反而应该局多一点啊，同事找你去酒吧就去，高中同学会啊，朋友结婚啊都去。你不要因为单身而怕被笑嘛，单身是你的选择，又不是你被选择。打开自己的心，多去认识人啊，就跟你18岁啊，夜冲啊，什么联谊啊一样。再来，单身十句话之9，爱情它不是用谈的，而是用坠入的。很多粉丝最喜欢问啊，老大，你看我这个男朋友好不好，对不对啊？我只能告诉你啊，当你觉得不对时，就是不对。但是当你一觉得对了，也有可能不对。但是哦 ，so what， 就跟你打传说一样，你哪一次不是觉得我能反杀冲出去，你有一定赢吗？大不了死了之后骂两声干，等一下啊，泉水里复活又是一条好汉。所以当你啊恋爱坠入时，你就义无反顾。那万一你失恋了，大不了老大陪你哭。那有没有可能打了一辈子上不了传说？有可能哦。但那又如何？至少你打游戏时你是很开心的，不是？是吗？再来，单身十句话最后一句，宁可做大龄剩女，也不做婚后怨妇。在台湾啊，10对结婚的有3对会离婚，剩下的6对还在忍。所以啊，你说啊，老大年纪大了，有什么了不起的？年龄它不该当成你结婚的理由，也不该当成谈恋爱的理由，而快乐才是。除非啊，你真的比单身时快乐，不然啊，你何必为了谁脱单？所以每一段恋爱时扪心自问，不送吧。好啦，以上这10句话就是七七老大送给单身的各位。努力工作啦，享受人生，变得更好，变得更美。你可以没有对象啊，但是不能失去微笑。你可以没有爱情，但是不能虚度人生。你可以没有婚姻，但不能停止美丽。记好咯，鱼与熊掌它是不可兼得，但是肥胖和丑绝对可以。好啦，最后一句话送给你们当作结尾，因为我每天都这样告诉自己，拜托你别在我变得更好之前出现。